曾经受持菩萨戒多年，如今想专念一句阿弥陀佛圣号，不知道算不算破戒，或者需不需要做些什么？不需要。专念阿弥陀佛是你在修学过程当中啊真正提升的。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够说是不间断，菩萨戒就在里头，你就圆圆满满的把菩萨戒做到了。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，遍法界虚空界，许许多多菩萨都是这念一声佛号啊，求生极乐世界。生到极乐世界，三句境界通通具足，一句佛号都具足。